是第十九女生的50公尺蝶式，是55到79岁组，但这边可以看得到是第一水道就是郑凤莲吴永慧70到74组，然后最后的七八水道梁婉玲跟张良妹是70到74跟75到79岁组，那中间是65，第二水道五里面是土城的少泳队是65到69岁组。这个女生的50公尺蝶式第八水道是北市吴永联谊会75到79岁级的张良妹。你看是75到79岁级哦。我不知道我75到79岁还能有50公尺蝶式吗？所以我现在要专注在这个70到74，第一水道也是，第一、第二，然后第七、第八，中间有1、2、3、4、4个，这个都是55到59岁组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成绩。Hello， 你好，太叫你一下，我看到你游水，我同你录影起嚟。啱啱你走嘅时候，我同你录起嚟。这两位是从香港来的，麦雪文跟这个简炳秀先生，这两位，好，多谢，游得很好啊，你游得好好啊，游得很棒，78岁，你看，刚刚你游泳我都有跟你录下来了，游得非常的好，78岁，那你几岁呢？我77。你77岁啊，也是厉害厉害，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们学习啊。
道居士组的郑凤莲。60到64岁级的比赛。